视频的开始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问为什么黑人喜欢吃白巧克力，答对的话我就叫你宝贝。今儿个老外们打算来玩个刺激的蹦床大作战，瞧，他准备了6张蹦床，每张床上面都放有不同的未知物品，挑战者只需扔骰子，扔到几号便开启几号蹦床。这么刺激的挑战，美女小姐姐也是忍不住了，直接开始扔骰子，谁知这个运气也是没谁了，一眨眼就躺到了乐高蹦床上，这酸爽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啊。随后一位眼镜妹子也赶忙开始挑战，不料他的运气更是差到没朋友，直接被小哥抱上了鸡蛋蹦床，一阵蹦到跳跃后，雪白的衣服顿时就沾满了鸡蛋液，当真是好嗨哟。那么剩下的这位小哥运气如何呢？骰子一扔，哟呵，直接跳上了蛋糕蹦床，蹦跶了几下就给一屁股坐上去了，真是滑稽到不行。谁知话还没说完，这边的美女小姐姐就爬上了番茄酱泡面蹦床，我的妈呀，玩的那叫一个过瘾啊！看样子这小姐姐还是个隐藏的资深玩家呢。当然，另一位眼镜妹子也不例外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跟番茄酱来了个紧密拥抱，哇哦，场面真是太刺激。